主料：青椒200克，瘦肉3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姜、葱。生抽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切成片状的瘦肉内加入蒜、盐、酱油，锅中放油，青椒四个掰开备用。锅中放油，腌制好的瘦肉倒入锅中炒散，青椒倒入锅中翻炒至断形，下盐翻炒几下，淋入酱油，出锅。烹饪技巧：青椒很容易熟，所以不需要炒太久，炒老了就不脆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